干什么的？我想了解一下理财。上楼。哎。小伙子，没看到我忙着呢吗？一边去。姑娘，小伙子，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公司的理财产品，你能帮我介绍介绍吗？大爷，您看我们公司也挺忙的，实在没时间给您介绍，您去别的公司看看吧。哎，大爷你好。哎，请问您要办什么业务啊？我呀，想了解一下理财。啊，您给我这边请。哎，大爷您里边请。大爷，请。这个是我们理财部的经理。哦，你好，你好，请坐。您是要了解一下理财产品吗？对呀，可以吗？好的，您看这个，这是我们小丰年理财的 APP。您大概了解了吗？差不多。嗯，大爷您喝口水吧。哟，谢谢姑娘。不客气。您看了这么多产品，您觉得有没有适合您的？听着差不多，还是不知选哪种好啊。是这样，理财产品呢也可以根据您的资金多少来进行选择。您带了多少钱？全部都在这儿了。这是我全部的家产。大爷，您是想把这个作为理财资金吗？对呀，可以吗？当然可以。那太好了。是这样的，大爷，理财资金呢都是现实的货币，您这些不是现实货币，您估算一下这些值多少钱，我买下来。我买菜也四五十年了，大概也得五十块钱吧。好，大爷，这就是您的初始理财资金。哦，您的业务我们接下了。谢谢啊，太谢谢了。不管您带多少钱来，我们一定为您赚取更多的利益，这是我们的服务宗旨，您不用客气。说句实在的，我也去过几家理财公司，有的吧根本就不让我进，有的让我进了吧他也不理我，有的让我进去了吧看见了我这堆白菜就把我撵了出来，也就是你们呀不嫌弃我这糟老头子。你们的服务啊让我感动，我信任你们。把这白菜打开吧。打开吧。这一共是200万，是我几十年卖菜积攒的。你们的热诚服务啊，感动了我。我把钱放在你们这儿啊，我放心。谢谢，谢谢您对我们的认可。我们一定会为您找到最合适的理财项目。对。Penonton yang bijak pada akhirnya tidak memandang rendah seseorang akan menghasilkan balasan yang baik. Akhir kata, Inka ingin mengutip sebuah kata perenungan dari Master Cheng Yan, "Neng Wei Bia Dan Fu Wu, Bi Bei Fu Wu De Ren Geng Yu Fu."
bisa melayani orang lain lebih diberkati daripada yang dilayani. Sampai berjumpa.